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伟来与台湾大哥大的加油小天使楚儿黄楚涵。今天呢，又来到我们新庄球场跟大家见面啦！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问问你们哦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昨天你们大家都有看到我们中华蓝队对上伊朗队的比赛吗？有吗？有的要说有哦。昨天那一场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，我告诉你们哦，全场的观众朋友们全部都起立尖叫，可以说是整个球场都沸腾了。那今天呢，就再等一下，我们中华蓝队要对上的是埃及队，但是我觉得呢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呢，在经过昨天那一场比赛，我们拿下了胜利之后，我们中华蓝队的现在的战绩啊，可说是名列前茅，所以等一下我们中华队一定会赢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一起来帮中华队加油哦。那现在呢，楚儿又要来送出我们由台湾大哥大所提供的精美礼物咯，是我们留言抽好礼的活动。楚儿现在呢要来现场来寻找一下有没有非常热血的真四G球迷，来请他为我们抽出今天的关键字球员，走吧，来看看。啊哈，又被我给找到啦。现场呢又有非常热血的球迷们带着我们中华队的国旗来到现场了。来来来，小编近一点近一点近一点。Hello， 帅哥美女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我们是伟来体育台的官方粉丝团，来帅哥，这个交给你拿。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直播的活动，你们要不要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就打个招呼？嗨，很兴奋是不是？你知道等一下中华蓝队要对上谁吗？埃及。埃及队有信心吗？当然没问题啊，绝对没问题啦，我们中华队这么优秀。那今天是你第几天来到我们新庄球场来看比赛？哦，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来看比赛，但是我过去每一年我都会来支持哦。所以是过去每一年都有来，那今年今天是第一天，所以你把今年的第一天就献给了中华蓝队对上埃及队是吗？是。那绝对有信心？绝对没问题的。哦，我看你这个笑容多么的阳光灿烂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哎，那昨天我们中华蓝队在对上伊朗队的比赛你有看吗？当然，超级紧张的。很紧张是不是？啊，有哪一位球员让你印象最深刻？吴龙茂。吴龙茂打得超棒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想问问你哦，你昨天在家里呢有疯狂尖叫？有啊，有尖叫。啊，那你要不要模仿一下你昨天在家里的样子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？不好吧，我害羞。害羞吗？好啦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模仿你昨天在家里尖叫的样子，我模仿我昨天在现场尖叫的样子，怎么样？嗯，好。好，那准备哦，三二一来哦，三二一。赞啦！所以你觉得在家里真的就是这样吗？对啊。OK， 好，来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要把神圣的任务交给他咯。我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任务要交给你。我们现在呢正在做留言抽好礼的活动。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有三位球员：田磊、陈英俊、简浩。这三位球员呢，等一下我们要请你抽出里面的其中一位，作为我们今天的关键字。你有特别喜欢谁吗？田磊。田磊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达新队的球迷。那他以前还没去大陆的时候就在达新队这样。哦，所以你希望等一下的关键字可以抽到田磊是不是？好，希望你可以抽到。来，我来洗个牌哦，洗个牌哦，我好紧张哦。如果真的被他抽到田磊的话，我们今天中华队哇，好运旺旺来。好，准备咯。好，选一张。好紧张，选一张。你觉得哪一张是田磊？你确定？答案是田磊！恭喜你！来来来，赶快把我们的田磊贴在我们的板板上。田磊飞走了，你不要那么激动，亲爱的球迷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就是田磊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那来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呢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，我们要留下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念出的这个通关密语，答对的呢，才有机会把我们大奖带回家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。我为田磊加油。我为田磊加油。未来与台湾大哥大为中华队加油！
伟来与台湾大哥大为中华队加油！中华队，中华队，中华队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耶！Yes!